我對靚呢樣嘢有時候真的很煩。嗯，我真的覺得點解煩呢，你本身我覺得我覺得我靚，或者I mean我都會，即係當然我都會貪靚，但我覺得香港啲女仔有時候真的太過追求呢樣嘢，我覺得。例如咧，係無窮無盡的追求。會不會你講的是即係佢哋可能做很多，譬如最近有單新聞，係啦，村民有些譬如可能50歲的年紀的女人都去做啲村民，仲出咗事，咁出咗意外。係啊，好多村民啊，跟住係好追求啊，跟住好即係一坐低食晏或者點樣就係傾扮靚扮靚扮靚，邊個扮靚扮靚？嗰啲咩新嘅technique啊，新嘅procedure 啊，有時候我覺得或者太多 emphasis，太多 focus 在呢個扮靚同埋嚇呢個咁嘅 culture 咯，係咯。同埋我覺得好多樣嘢都靚嘅，我咧話齋，即係音樂都可以靚，畫都可以靚。There's beauty everywhere， 即係每一個地方好多嘢都係靚嘅，即係唔係淨係咁表面，淨係你嘅樣靚。同埋好多人真係好忽略，或者你聽起嚟 very cliché， 但係內心或者個性格好善良。那種 character 那種靚其實是最靚的咯，即或者你說 Mother Teresa，我覺得她是一個很靚的一個女人，因為她的內心很靚，她就算什麼妝都不化什麼你都覺得她很靚，即你是你是那種靚。那我覺得比較緊要一點，我們要學識去培養那種這樣靚。我覺得不需要一定說要生活很富裕那些才可以 cultivate 到，你聽很多音樂，現在你都不需要花費 and music art 很多東西是不需要花費音樂。你怎樣看即譬如可能先對比一個人舊樣和新樣這些，你如果換成你對比你，那你會不會賣還是會怎樣感受？沒得賣的啦，那人家當然會看回，即希望越來越漂亮，最重要是現在的樣子好過當時的樣子，這個是 main point。 那沒辦法，一定會是這樣對比的，就算是人工的進步都不緊要。那你自己是不是這樣的意思，就是說你自己都接受，即或者不抗拒？我覺得現在已經是很普遍，我很接受，我覺得是普遍。